很累，而且十三届每天都过着胆战心惊的生活。我们这个舞台，因为杰克，所以我们赶工完成了，我们才有现在让大家站着的地方。它原本是一块废墟。杰克在吗？等等，十三届给杰克一个很诚挚的谢谢，然后吻就不用了吧。那我们谢谢杰克，然后下台一鞠躬。然后这边有我们的学长姐。谢谢你们。两年来从小城，然后影星连展大成，给哥麦考啦，我没有哭啦，还没哭。那当然，我们过程中有让你们很担心的地方，被你们刁的地方，可谢谢学长姐，谢谢你们这两年来的照顾。我们在大安热音，我们很开心，谢谢。没有了，我讲话都还没哭，你哭屁啊！那如果大家愿意跟我们参与，我们这两年来，我们的想法，在热音社，在这个圈子，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，大家可以坐下来；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。那坐吧，哎、欸、坐了。当自己家冰箱拿去吃啊。好啦，其实我一直都是保持这种态度，我没有打算哭，好不好？只不过我很感动。为什么感动？因为对，谢谢。为什么感动？因为我们从上半场人爆满，到下半场我们人依然是爆满，我们可以为自己尖叫一下吗？谢谢大家，我真的要讲谢谢大家。这些日子来我一直都好像住在这一样，我每天都在这。那当然辛苦的不只是我，我们的社员也跟着辛苦，我的学长跟着辛苦啊。我学长看到我每次都刁我啊，社长，这 O 不 OK 啊？学长，我应该有做到，应该 OK 啦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不知道各位高一、高二，甚至更老的，对，那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种感觉。所以我想要讲的是，这些日子真的很累，真的很烦，甚至可以说很干。你要忙的不只是社，你这不要忙的不只是社团，你要忙的是功课，然后回家还要看到你爸，看到你的家人。对，如果他们知道你在做什么，那是比较好的。那如果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真的会觉得很烦，你会想要杀人。这些日子，我爸不知道我在不在，我爸今天说他尽量赶来，哦，看来他不在，在吗？好，他不在。好，他不在最好了。其实我想要讲一句话，爸，我爱你。好，他没听到。OK。好。那两年来了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们当初的初衷是什么，但是十三届的彼此们都知道我们的初衷是什么。我们的初衷只有一个。
我们想要把大安热音这块旗子、这块牌子，永远都举在上面，永远都举起来。我不知道我们办到了没有，可是今天我们惩罚结束了，我觉得我问心无愧，大家说对吧？然后，谢谢我很多朋友，就我们从以前，我们还是学弟妹的时候，对，我们就在一起，就一起玩，然后玩到现在。华江的 ，Hello， 然后吴英德，嘿、hey ，很多啦，还有很多我突然讲不出来，我要谢谢的人有太多了。对，然后，哎，我今天有个人有来，我的班导还在吗？我的班导还在吗？哦，我的班导还在，嘿，班导我没哭，嘿，对，那他很正哦，对他很正，你们等一下可以去看他。对，好，班导，嘿，班导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从以前我说我要当社长就开始支持我，好，谢谢。啊，这种比较亲密的东西就私下讲了。好啦，我把我的麦克风转交给别人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们，我是大安热音十三届社长，下台一鞠躬。啊，给那个最爱哭的来了。想说我今天可不可以不要哭，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妆化得很好看，之后我现在妆完全花掉，我觉得我的眼睛我的睫毛膏完全粘在我的脸上。然后一开始进来大热演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小屁孩，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又爱装懂，然后就是我觉得也很就是对，然后就是有很多就是不堪回首的过去，然后我也就是我觉得很谢谢，不管是我们这届还是之前的学长姐，都就是可以就是没有就是对我太就是，然后就是，然后我要谢谢我所有就是进来乐音社都遇到的所有人。然后可能有一些人现在在补习，之后在重修，然后或者是现在有来，然后就是我真的很谢谢你们，之后，然后我也很谢谢社内所有的人，都还有我爸妈，就是我常常就是说。他们就是说我只要有一颗被当掉之后，他们就说我不准我再玩社团，可是我到现在也只有一校欧趴，每个学期数学都被当，之后一开始他说我再被当我就要自己付钱，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二下数学可不可以不要修，之后他就拿1500出来说你去给我修完，然后就是今天啊，就是我今天一开始就很想哭了，因为就是除了我爸跟我妈之外，所以我外婆也有来，然后我外婆还挤到前面来看我唱歌，虽然她第一首就走了。我觉得就是找到我妈，就是。他们算一回去了之后，我妈常常就是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，然后也不知道我在干嘛，然后可是我外婆都会跟她说，那些小孩子只有一次，年轻只有一次，他们以前活得很辛苦，都没有时间玩。啊，我不知道说什么了啦。
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然后你们可以维持到现在，我可以参加，我真的很开心。然后就是谢谢所有人就对了。然后还有十四届，你们要继续好好的维持这一生，然后我们就交给你们了。我是大热一直在，谢谢公关珊珊，然后谢谢你们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热音公关，虽然好了，没有什么在做公关啊，只是套一个名字而已。我叫陈思宇，然后是古教学。不要吵。是你头啊。相信大家，不是大家，十四届应该听说过我小神的时候被砍歌的那种。对，对，没有怪你们，我怎么敢？没有。啊，你要讲下去就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想说的是，我想说的是，这是一个梦想，对，这是一个梦想。我希望每个人自己心里都有一个梦想，相信这句话，你听很多人讲过，啊，相信你现在听我讲这句话，你也没有什么感觉，啊，你能听就听进去，因为你要怎么去？感觉你有没有梦想？当你在生活中没有一个生活的重心，浑浑噩噩的，那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努力，没有一件可以成功的事情可以让你营养的活下去，那表示你没有梦想。我想说的是，大家的音玩爵士鼓是一个梦想，对我来说。一个梦想，就算在小城的时候被砍的那样，哭的那样，还是不会影响这个梦想，因为这是一个成长。我希望十四届你们，就算被砍歌，当下虽然会想学长为什么砍你们歌，你不要吵。对，想想学长为什么要看你们歌。现在大神结束了，我的感触很多。虽然学长九首把我砍掉五首，当下没有。好，当下我真的是很难过，很难过。然后我当然不会像小陈那样哭的那样，因为我开始会去想了。被砍是为什么？好，接下来的东西我就不继续讲了，怕学长又给我跪。反正就是梦想，有梦想要去追。梦想不是一两个礼拜的事情，不是一两个月的事情。这是一辈子的事情，就算你统测考完了，还是要继续打鼓。对我来说，各位鼓手，然后我要谢谢杰克。对，
虽然我高一给杰克教之前已经有一点点的底子，但是但是多亏杰克，杰克不会像其他教鼓那样，就是一小时就让你们走，他会每一堂课都会教你会，这个是我受惠最大的地方。然后杰克对我来说，杰克这个地方是一个家，你来他不会排斥你，你来要练鼓，就是给你练。对我来说，杰克这边是一个家，真的，我要好好的谢谢杰克。就算我没有租鼓室，我没有租练团室，我问他鼓可不可以打，可不可以给我练，他还说可以。最好是，所以我要好好的谢谢杰克，谢谢你。好了，其实我要帮陈志宇补充几句，他其实这段日子坑坑洞洞、坑坑巴巴、坑坑跌跌，不是，那其实他这段日子都经过很多事情啊，那不只是音乐上，其实对吧、啊？他在感情路上也是，对，那其实我要讲这个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是我兄弟，那。我们在这些日子上，这两年来，从刚开始他好胜心很强，但他真的好胜心很强，他从一开始就打算一直要把我弄掉。可是我是小强，干我还在。好，所以，可是我们最后变得我们真的是很好的朋友。那他刚刚讲到杰克的地方，那的确是真的啦。如果你来这里，不管你长得飞禽走兽，对不对？他都会接纳你，对，这不是啊，不是招生了，那个两节课时间是，没有了，对啦，好啦，那他都说谢谢了，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也要跟杰克说谢谢，因为这些日子我如果没有骑脚踏车的话，晚上都是他载我回家的。杰克你在吗？杰克，老大，谢谢你。然后叫老大这个名字不是乱叫的，我还撑着，地心引力抓不住我，好不好？那要讲的太多了，我们哪天可以再讲吧。